薛小姐，该准备了。真是漂亮，从小到大都是个美人坯子。我敢说，经过这么一打扮，我们爱雪是全上海滩最美的新娘。要是俊超在就好了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想那些伤心事儿。从小到大，二太太都骂我是扫把星，谁跟我在一起谁倒霉。那时候韵芝妈妈就安慰我，让我别管别人怎么说，永远不要怀疑自己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可我已经照妈妈说的去做了，为什么连余家都逃不了厄运呢？孩子，委屈你了，是余家对不起你。许妈，是不是我和俊超太幸福了，才会遭来天祸呀？哎，薛小姐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如果你后悔的话，趁着还没有上喜车，反悔还来得及。我就不相信少家会用强硬的。少家帮我们保住了面粉厂，做人不能没有诚信。爱雪，少家的喜车马上要到了，少余两家为了这次婚礼忙了好几天，我能后悔吗？可怜的爱雪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？老天不开眼，打你进了这个家门就寄人篱下。林良为了这个家还要拿你一辈子的幸福去换，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哪有这么自己表扬自己的？一鹏啊，你可跟妈说了，你娶爱雪进门之后就把心给我收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。这时辰已到，快去迎亲吧。好了好了，喜鹊在外面等着，出发吧。好，走了。截获密报，昨晚日本人已经跨过虹口，朝闸北方向开来。集合部队，全面备战。卖报，看报嘞，看报嘞。卖报啊，看报嘞，看报嘞。
先生坐车吗？俊超，这些都是爱雪写给你，被你退回来的信，你看看吧。她都已经要嫁人了，我再看这些信还有什么意义？只是心痛而已。俊超，有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你不看不听，才会造成遗憾。你心里痛，就代表你很在意爱雪，那就更应该看呐。俊超，你是干记者的，你应该明白平衡报道的重要性。你不能单凭你单方面的决定，就在爱情上判爱雪死刑啊。好，既然你要判他死刑，那你至少应该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，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交到你手里，也许他的命运跟前几封信一样，默默地被退回来。但是今晚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就算你不想看，我还是要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。余家现在面临破产，如果要挽救余家的产业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我嫁给邵一鹏。在我出嫁之前，我多想再见你一面，哪怕是一眼，哪怕是一句话。爱雪，不不，爱雪，是不是所有的误会都来自于这一招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错，我也一样。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。后来我问过咱们的同事，才知道这都是邵一鹏营造出来的。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我不用多说，你应该明白。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爱雪，爱雪，我口口声声要你对我们的爱情有信心，没想到我竟然为了一张不真实的照片而怀疑你对我的爱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们承诺过要厮守一辈子，你不能嫁给邵一鹏，你要等我。
奶奶。别人家嫁孙女儿都是开开心心的，我孙女的这门婚事是用她的终身幸福换来大发这块招牌。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奶奶，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，我一定要说，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。今儿你就要嫁出去了，奶奶一定要把心里话说出来。奶奶只要你知道，奶奶眼睛没有瞎，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。你为我们余家所做的一切，奶奶都记在心里，看在眼里。现在奶奶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要跟我的孙女说一声谢谢你。奶奶，您别谢我，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。雪儿，奶奶，你不怨奶奶吗？从小到大，是奶奶把我收留了，妈妈栽培了我，我是吃着余家的米长大的，我一直想有机会回报给你们，也许这是我唯一能够回报余家的机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奶奶，老夫人，少家的喜车到了。奶奶，阿雪不孝，不能再伺候您了，希望奶奶保重身体。
少一鹏，绝对不能！ 雪儿交给你了，以后你要好好的疼惜她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给雪幸福。
人家做的。亲娘子也不错呀，一眼看上去啊，就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。是啊。少玉堂，你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来，不用担心，没事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快看看怎么回事！好。问一下出什么问题？有大批的难民涌进来了。哎，少爷，他们说有大批难民向城里涌进来了。我看咱们的车也开不过去了。咱们走，
是，又来了啊！哎呦，来，来，钱老板啊，谢谢你的帮忙啊！时间已经过了，洗车应该回来了。我打过电话，瑜伽说那边已经出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要不我再打电话问问。好。不好了，夫人，总经理，小马，少爷呢？是啊，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少爷和少奶呢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夫人，总经理，日本人，他们……别急别急，慢慢说。日本人，总经理，日本人杀进来了，外面全是逃难的人和车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外面乱哄哄的，人心惶惶的。该死的日本鬼子！难怪一鹏还没有回来。糟了！哎，凤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去找他呀！哎呀，外面情况不明，你到哪里去找他？再说一鹏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找？我们一鹏一定困在外面，我不放心呐。夫人，干脆我一个人去找得了。你怎么找啊？按照洗车的行进路线，应该可以找到。好，那一鹏就拜托你了，快去啊！哎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没事，别急啊。总经理和夫人很担心你呢，那是怎么办？哎呀，咱们先回去，再多派些人来找吧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呀，这好端端的，这日本人怎么说打就打过来了呢？这些日本人简直没有人性。怎么样？雪儿有消息了吗？刚刚亲家打过来还是通的，怎么还不到半个时辰就……哎呀，恐怕是电话线断了吧？哎呀，这爱雪小姐也不知道了没有？老天爷，菩萨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保佑雪儿不要有事，不要有事啊！奶奶，好，我不怕不怕。完了，好像是在附近，怎么办？老钱。门关了没有啊？关了，还上了大锁。我已经跟老杜交代过了，不管什么人都不让他进来。哦，好。不知道史俊成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艾梅，这时候你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我有事，我出去一下。不许去，这时候还出去？奶奶。哎呀，雪儿现在在外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已经够让人担心的了，你就别再添乱了，行不行啊？可是我担心史俊超嘛，奶奶，你就放我出去看他一下啊！你就别操心了，一个大男人他会照顾自己的。可是这子弹又不长眼睛的，怎么可能管得了是男是女啊？再说了，这史俊超是一个人住，多危险啊！万一他有什么事，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奶奶，好歹人家史俊超也救过艾雪一命，咱们家关心他也是应该的呀。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去看他一眼，只要他没事，我立刻就回来啊！带上老全，跟你一块儿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谢谢奶奶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好。阿雪，我们安全了。鞋换了啊！哎呀，艾雪，你的腿有没有事儿？还疼吗？没事。肚子饿不饿？我没事儿，你呢？你饿吗？这样吧，我去街上给你买点吃的东西。哎，别去了，外面那么乱。万一遇上什么事怎么办呢？
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再说，我可以顺便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。啊，柜子里有几件衣服是上个房客留下来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合身的，换一下。忘了嘱咐你一件事情，任何人敲门都不给开。那万一是你呢？傻瓜，我有钥匙啊。我走了。俊超，怎么了？早点回来。我走了。小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外面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也许一鹏躲在什么地方了。希望如此吧。爸，爸，一鹏，哎呀，爸，妈，一鹏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爱姐回来没有？他不和你在一起吗？是啊，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哎，路上人太多，车子根本走不了，我们只好下车。可是没想到让咱们给冲散了。哎呀，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抓紧呢？人不见了，我怎么向余家交代呀？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人太多了，我控制不了了，爸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艾雪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就这么漫不经心呢？啊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再埋怨一鹏了。谁知道日本人说打就打过来。哼，爸说的对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艾雪。妈，您说要是出了什么万一可怎么办呢？一鹏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别瞎想啊。小马，哎，你们多派几个人再去找找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少奶奶找回来。是，快去啊。在的话能不开门吗？这个是俊超，外面这么危险，他不待在家还乱跑。哎，大小姐，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去的好。不行，不见到他人我不回去。哎呦，大小姐，这万一史先生他不回来，你一直这么等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吧？这样吧，咱们先回去，明天呢我再陪您过来，啊！哎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史俊超，艾梅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担心你嘛，不过看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放心了。啊，石先生，我家大小姐一直吵着要见你，老太太不放心让我陪她一起来。石先生您还好吧？谢谢老夫人的关心。艾美，你看我现在很好，你可以放心了，跟全叔快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不回去不行啊，我已经答应老太太了，你不回去我没法交代啊。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，我和她说完话就回去，你只管和奶奶说这是我的意思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
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啊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全叔，走了走了。啊、哎，你呀、啊，没事就早点回家。好。啊、哎，哎，艾梅，你应该跟全叔一块儿回去。人家担心你的安危吗？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过来看你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敢动，还想跟我走吗？你来看我，我很感动。可是刚刚你说的也对，外面现在这么危险，如果你不回去，出了什么闪失，你让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？我不管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万一被艾梅发现艾雪，引来邵一鹏就麻烦了。艾梅，艾梅，艾梅，你赶快回去。不回去。艾梅，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师，赶紧给我回去。我们早就不是师生关系了。石俊超，我这样对你，你还无动于衷吗？那我到底要怎么说你才能清醒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拒绝我好吗？于爱梅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一个未出嫁的女子跑到一个单身男子的屋子里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亏我为了你做了这么多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可以这样说我。于爱梅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不是你，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，听我的，赶紧走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是谁吗？不就是那个艾雪吗？我告诉你，她已经不是你的人，她已经嫁人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到底走不走？我不走，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和你在一起的。我喜欢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干什么？俊超，我爱你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